大家好，欢迎来到 CeMAT ASIA 2021。现在我们来到了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销售总监刘宏俊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诺力。诺力是一家集内部物流系统集成为一体的这个制造厂家。我们诺力最近几年以数字化、科技化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新路子。那么诺力集中物流搬运、智慧物流、智能装备为一体的内部物流系统提供商。今年诺力参加这个 CeMAT 展会，我们在 W5 号拿出了诺力新的产品，一个是我们的三厢车，第二个是我们轻量型搬运车的主打产品灵动系列。诺力未来的诺力将以锂电池发力，以来打开中国电动市场的大门。中国市场作为一个全球物流这个设备最大的一个市场，也是物流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市场。那么中国市场的特点就是说，在前几年的发展中一直以柴油车手动类产品为主，那么诺力针对手动类和柴油车提出了相应的，一个是电动仓储车，我们用这个天罡系列灵动系列来打开这个国内的这个手动类产品的市场。第二个，诺力最近这几年又研发了这个 E 系列、N 系列、H 系列电动叉车，那么有铅酸和锂电池两个选配，来打开国内这个柴油车市场，来取代柴油车高污染的这个现状。那么用锂电池来作为这个中国这个物流搬运的氢能源来突破。好的，感谢刘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介绍。那么也祝诺力展出顺利。